开箱，但我们今天要开的其实不是飞行家，我们今天开箱大概30秒就结束了，因为非常不受控。我们今天要开箱飞哥机长，来了来了，机长来了，快点，快点，快点，你干嘛？你要看他的那个来制服了。好，飞哥这边，飞哥想要这个洞，飞哥这边，他这里来，好，坐下，坐我中间。哦，飞哥，你看这是什么？最近疫情不飞，教官在干嘛？为了飞我把我最红的衣服穿了，配合。他刚飞完耶，有点热。如果你有双手，也有能力。他说上工很热，对不对，教官？辛苦了，太阳太大了，海水太蓝了，需要墨镜。辛苦了，辛苦了。行前铲除霸气 ，ATC 也说可以。相机、关机、安全带要系，我带你们飞向天际。不管你坐头等舱还是经济，不管你喝过十几还是雪碧，我们一起飞行在30000尺高空里，飞向一样的空气。There's far too much to take in here. For a fire that can never be found. But the sun rolling high through the sapphire sky keeps great and small on the endless round. It's the circle of the light.
issue. Sometimes I feel so insecure. And love so distant and obscure.